雷二零四季，天天都不行。大家好，我是雷二。今天来看蒙古人对上波兰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先来介绍一下蒙古人这个文明。蒙古人最大的特色呢，是吃野猪啊，还有野生动物的时候呢，吃的效率是游戏里面最快的。而且他的肉马呢，跟草原骑兵还有血量加成，但是肉马血量加成部分要到轻骑兵开始才有。所以它本身还有加上品种血量加成，到了后期可以到了118滴血，也是肉马血量最多的文明。但是它没有三级马铠，所以比较害怕城镇中心的伤害见死，这一点可能需要注意一下。那它的马弓呢，也是游戏里面的马弓速度攻击速度最快的文明。那它后期的蒙古图记呢，只要一成血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天敌，只要能爆出大量，基本上所有单位都能打得赢，连工程器也是，因为他的马弓这个蒙古图记对工程器有额外增伤的。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波兰人。那波兰人呢，他的大庄园旁边撒下农田之后呢，可以立即获得 8% 的食物的采收，而且波兰本身呢，他的村民是会回血的，所以他封建时代呢，其实也很适合打塔工的，而且他挖石头呢，还可以获得黄金哦。所以本身波兰这个文明挖石头是比较不伤经济的，而且它的经济加成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明。那波兰人本身也是全能系的文明，毕竟打这个骑兵还有步兵工兵都是能打的。骑兵的部分有这个大肉马列克提克一斩，肉马有这个扩散伤害的效果，那这个银冠技术贵族特权让骑兵只要30块钱就可以制造，非常的划算。那工兵部分呢，有强弩，但是没有三级的工兵铠甲，但他有最重要的工兵科技有拇指环，所以本身波兰人来说，他的工兵也是 OK 的，只是战矛兵会稍微弱了一点。那波兰人的步兵单位呢，可以打这个战锤兵哦，战锤兵非常强大，他可以破甲单位，而且体质来说血量也是蛮多的。但波兰比较有问题的点是哦，他遇到对方骆驼国会比较难受一点。因为遇到马国的时候，他只能用自己的骑士或是用重装长枪兵去防守，他本身没有枪兵的最后升级这个骑兵，所以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反制对方马爆的一个情况。所以通常遇到骆驼国的时候，波兰都会转战锤兵或是弓兵这个强弩为防守。那遇到游侠国的时候呢，就只能转重装长枪兵跟战锤兵，还有一些重装骑士也一定要混着打才有可能守得住这是波兰玩起来比较困难一点的地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目前看到金矿在后方，我是在后方，那附近的部分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附近附近在前方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那另外一个在左边而且这个还是在超级空地中，这个在空地的话就会非常难防守。那以一开始的围小的范围来说，它不会围得太困难，稍微这样围过来，或是直接围到上面这样围过来也行。好，这边稍微围一下，那看这边要不要稍微围出去一点，因为如果尽可能围出去的话，守住大庄园的话，大庄园就可以在旁边撒农田可以获得这个 8% 的立即采收的效果。那后面的话就稍微围一下也 OK 啊，我不管怎么围都是要稍微围大一点封建时代有机会就赶快把它围死。那看一下蒙古这边蒙古这边的话也是金矿在前方，哇，这个金矿 还是主金啊，这个有点麻烦，但它有块附近也是在前面后面有块附近，至少都还有后面都是有这个备用金可以用，石头都只是在后方。那对于打保兵文明来说，石头在后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才不会被控石头，导致自己的保兵打不出来，以导致劣势例如什么缅甸啊、西班牙之类的保兵特别强文明，或是朝鲜之类的蒙古这些都算就是强力保兵单位的，都一定要把这个石头在后面会比较好挖一点。那如果你是对手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去控敌方的这个石头，把对方石头压制住，让对方转不出保兵那你的胜率就可以大幅提升好，这个是一些小技巧。好，那地图分数来说，我觉得只有20-30分并没有到很好。那目前现在新版的阿拉伯的地图来说，都会比较像是这种开阔式的地图，不会像以前一些森林就把自己的城镇中心给包围住，很好围死所以以前黑跳绳是很好跳上去的，现在黑跳绳很难跳，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开阔地形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你一黑跳绳一跳就变黑跳楼了，直接跳。
往下跳，跳不上去了，非常惨的。好，那看到波兰这边开局方式打毛兵哦，哇，他这个打法跟我很像，喜欢工兵开局的波兰。那为什么波兰会选择工兵开局而不是肉马？这主要是因为波兰的这个农田的效果是要点下一级技能之后会更有明显，而且这个时期哦，你在封建时代的初期哦是不会去撒农田的，通常都是到23批左右哦才会开始去撒田，这时候你才会获得波兰的经济加成哦，所以这时候才有可能去转这个马厩啊，或者是去点这个一级射出来。是有在玩波兰的会比较常见遇到的问题。好，那波兰这边围一个超级小的，看到这边围一个超小，连往外围都没有围。好，这边转出枪兵，利用自己的毛兵加肉马给对方压力，让对方果子不能好好踩。NBL 这边果子烧到了一些经济骚扰，但是把出兵马上放出来去撒农田了，这样 NBL 的经济就不会受到太多损伤。那这边只要转出大量的肉马，先打掉对方枪兵哦，就搞定了。OK， 枪兵先优先集火，好，守掉。那家里的枪兵问题哦，直接啊不是枪兵问题，肉马问题用枪兵防守就可以了。这个算是高手们的哦，很常用的一个招式哦，直接压力前压，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出肉马啊，反正就带个枪兵、毛兵开始在那边攻击。那这张地图来说，我们刚开头讲到是个有点开阔的地形，所以他们这边一开始选择了小围策略啊。这里有个洞哦，那这个洞感觉不太敢进去，怕进去会变成竞技场哦，枪兵也可以继续打下。好，枪兵过来戳掉一只肉马，这里想要抓掉这只残血村民有机会吗？好，村民过来回去进去里面竞技场，想要把所有的肉马拖到里面，让这个枪兵有更多的攻击时间。好，抽掉两只肉马 ，NBL 损失了两只，但是赚到了一村哦。这个交换并不是非常亏。好，三只墙壁继续防守，而右边这边还是要继续围啊。好，这里兵工厂先下，也不一定要去点这个一级色哦，这边可以直接升城堡时代了。因为波兰的经济加成实在是很强，这边黄金只要专心挖。就可以升到城堡时代。那蒙古这边呢，农田也是撒的非常早，两边都是一个早期撒田策略。16分钟啊，有出兵的状况下啊，就可以点下城堡时代了。好，那 NBL 这边慢了一点点，17分钟下升级。这边枪兵继续绕。肉马想去收掉村民，但村民残血的并不多，村民第一时间以拿血全套击杀掉这只肉马，剩下两只半血的肉马在家里乱。好，那这个应该控不了多久就会被解掉了，但一直有东西在家里乱也是压力蛮大的，我就会觉得有点烦。这就是高手们给对手的一个心理压力，手速够快就可以这样子玩。好，这边撒农田，把这个田回去回农一下。哇，你看波兰这边经济有够好，快要到1000木头了。好，直接转出双马就爆马。那波兰的城堡时代初期的骑士爆马其实蛮厉害的，因为肉量够多，待会这边出来的村民有全部补黄剂哦，然后再点下一级挖金，这边转出3 TC cannon 也没什么问题啊。好，那村民会补哪里呢？要不要补个黄金呢？还是要补木头开始农。好，这边往外补，村民是要干嘛呢？没有空好，好出去伐木，还要再补个修道院。好，这边是有看到用毛兵哦，看到对方转出骆驼，所以下出了这个修道院啊。这边要来用这个老头去反制对手。好，那里加了两只肉马还是有点压力的。好，再补下一个大庄园。哇，这个大庄的位置挺微妙的，只能撒7片田。大庄园对于破案来说是非常耗战这个土地规划的一个东西哦。对，破案真的对世纪帝国的新手来说会比较难搞一点。好，
这样骑兵挺就有了，因为你还要去规划土地哦。基本上新手是不会去规划这个土地分配的。好，终于解掉两只肉马的问题。目前波兰是3 TC 开农，但 NBL 早就蒙古3 TC 开农。那蒙古本身也是需要去开农的文明的，因为它不开农的话就不会有蒙古图记哦。蒙古图记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吃资源的文明，它需要升级三级色拇指环、安息人战术，还有品种跟耕种技术，还有精锐升级，要升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导致它后期哦要成型是非常困难的哦。还有少讲什么弹道学啊、化学啊之类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蒙古图记会这么强，因为能影响到它的科技的东西哦非常多。好，第一时间收掉骆驼啊，收掉这个老头，骆驼没有被早想到，还不错。那目前说明书来说是波兰这边稍微落后了一点，蒙古这边是拉了七个人去挖石头，七人挖石策略，然后城镇中心开在石头旁边。波兰这边也是哦，两边都是采取了一个挖石头的一个打法，出来的村民就直接挖石头。好，那波兰这边是点下了品种升级。好，这边看一下绕到后面的骑士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OK， 抓到两只，第三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收掉三只村民，总共来到了五村级上。NBL 的村民数已经跟波兰一模一样了。那这里就有观众会说，波兰这边挖石头是要打堡兵吗？其实是有可能的，但这边挖一栋城堡出来最主要是要来点这个贵族特权。那只要点一下银冠技术贵族特权，波兰就只要30块就可以造一只重装骑士哦。毕竟现在他这边按骑士还是要75块黄金哦，还是很贵的。好，这边经济越来越好，又开出第四个城镇中心。NBL 这边 4TC 也是开农起来了，比对手还要更早下来这个主食的部分。好，前线的修道院加枪兵，然后被骆驼暴打一波的骑士也可以用老头去补血，所以这个文明对于暴马，对于一些马国很难防守的文明其实用老头去防守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太会守这个马豹的话，多多利用这个老头，老头就是我们说的僧侣去进行反制就可以了。但是老头操控蛮吃手速跟经验判断操控的，所以这个是要长期去练习才可以玩得好的一个游戏。好，那波兰这边已经点下了帝王时代，还把一个第五个城镇中心开在了野外，这边直接往外扩张。好，两边帝王时代都不下，城堡时代小打小闹，大家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来捡圣物而已。好，那目前圣物的部分是有 NBL 拿到了三圣物的胜利，因为波兰这边只有两个，难道还有一个还在野外吗？应该都是捡回去了。对，三圣物 OK。刚刚这个白色的还以为是圣物，就是这个哨站还没有盖下去的。好，波兰直接建起了万里长城啊！这个万里长城防守蛮好用的啊，毕竟这个蒙古的大马豹要防守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打法。OK， 上面的墙都已经围好了。好，后面想要绕过去，但没有办法，这边防守防得很快。NBL 防守骑士守的还不错，这个有点学像是 Viper 一样的感觉，直接把这个大堆箭子都盖起来，让对方骑士没有办法继续往后绕。好，截掉这一波骑士进来骚扰，帝王时代上去之后马上产出了巨头开拆城堡。那对于蒙古来说，这个文明非常需要城堡去量产自己保兵的情况，城堡盖在前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城堡不盖在前面你又很容易会被控住自己的资源点或是城镇中心被骚扰，前线没有东西扛住很容易被对方连环深入插零环保。对，这个蒙古在单挑来说为什么很难成型，也有这个原因就像现在的新文明一样，乔治亚这个抱团骑兵城堡都往前插，但都很难守住。
都很难量产出来。好，这边直接用五字梦的途径点掉了五字老头，赚了500金，哇，好赚。好，但破烂这时候也点下了重装骑士的升级，三级射也补下。好，有没有正面没有城堡了，人家就可以连环堡，一直连续升插进去。这个是比较危险一点，哎，但波兰这边也没有防守自己的城堡，两边都在互相伤害。好，但是目前看到波兰是来到了六个巨型头时机啊，六巨头。好，这边盖完城堡之后，控住石头，三级射不好，也有弹道学哦，所以这个射得非常准，这里的城堡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好，那波兰遇到对方骆驼情况下，以正常打法来说是要转战锤或者是转这个重装长枪兵去进行反制哦，不然就是老头，比较会少看到用重装骑士哦跟对方的重装骆驼互打，因为基本上你怎么打都是亏的。但是骑士的部分这里只要30黄金哦，不然就是要转这个强路了。好，这面稍微防守一下，但巨型投石机没有拆卸的关系，来不及跑，第一时间巨型投石机也被蒙古突击给收掉两台。好，看起来波兰这边有点亏哦，直接损失了五巨头，剩下一台巨头在这里，还是蒙古的巨型投石机砸掉了。我们来回放一下，这个是砸到城堡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根堡盖下去 ，OK， 取消掉了。再去看一下，啊，资源量我收回来吗？哎，没收回来。哇，这个是因为巨型投石机打这个后方的巨头打歪了，打到空地，结果这个空地打到的地方刚好是他的城堡的地基，波兰直接损失了650石头啊！哇靠，这个靠打歪赚650，不亏。你要想哦，这个650石头拿去市场卖掉也是好几百斤哦，大概有700-800斤左右吧，甚至快1000了。波兰这一波有点亏哦。OK， 波兰这边点下了拇指环，让自己的战矛兵哦更打得更精准一点。虽然没有办法增加战矛兵的攻击速度哦，但是如果后面哦待会还要转这个强弩的话，也可以考虑的。好，一波重装骑士找到了空档溜了进去，但是重装骆驼紧追在后，应该是没有办法骚扰到太多东西。好，那我们继续往正面看，正面这边补下了二级的攻击啊，这边的巨头可能被拆掉，治疗撤退。好，现在波兰利用自己的便宜骑士疯狂往前压制。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哦，是要解决掉后面的蒙古突骑哦。蒙古突骑只要数量一少，波兰才会有优势哦。因为波兰的骑士哦，其实是很害怕箭矢伤害的，因为他没有三级的马铠，所以很害怕对方强弩啊或蒙古突骑这类单位哦。远防只有四点的情况下，遇到这个蒙古突骑哦，8+4哦，你每被射一下都是吃8D哦，一下8D啊，非常难受。那波兰既然他的骑士数值这么差哦，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稍微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可以搭配一些这个大肉吧，可以立刻提克一场，混在这个重装骑士里面，可以增加一点扩散伤害的效果。其实威力还蛮强大的，这就跟四代的这个神罗一样，国土拿双刀在旁边乱挥哦，增加 AOE 伤害哦，其实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好，当然这个是真的没有黄金的时候混得出哦，威力蛮强大的。那当然正面全部出重装骑士，我觉得问题也是不是非常大的，而且还蛮 OK 的。毕竟重装骑士哦，它的体质来说还是有14点伤害，打起来还是蛮痛的。血量来说也是比大肉马还要多一些哦。好，这边巨头没有控好，直接被拆掉。两边终于要开战了吗？蒙古这时候三级攻升级好了，打这王兵很痛。
但战矛兵一直在点后方的蒙古土地，蒙古土地的数量越来越少，这边骆驼直接往前 A 了上去。但是波兰这边存了3000多的黄金，资源非常的多，这一波重装骑士送掉也没关系，后面再爆出更多的重装骑士，后面重装骑士开始补了过来。这时候波兰终于意识到自己打输的原因了，是因为没有三级供是最大原因了。我也这么觉得，他这个三级供没有差太多了，虽然本身本来就是会打输重装骆驼，但没有三级供更是亏了。如果你有三级供的话，可能还可以跟骆驼打个什么4-6开啊。你没有三级供的话，可能就变3-7开了，你只有3而已，是完全打不赢的。其实重装骆驼跟游侠互打情况下有点5-5开啊，游侠反而有点稍微能反击回去的感觉。哇，这边巨头被点掉。好，哇 ，NBL 直接在前面逐城战法，把前线当一夜城在盖。虽然他是猴子啊，藤吉良一夜城战术。好，这个一夜城会不会有效果呢？波兰的重装骑士大军用数量压制了蒙古的骆驼，蒙古骆驼直接被反制回去，数量还是蛮重要的。重装骑士的数量还是非常庞大，20几只哦。后面的数量马一直往前爆，总共有42只的重装骑士哦。好，那上方这边也在开打当中，波兰在上面盖了一些工程机制造所。好，那蒙古这边转出了大骆马，攻击力是7+4， 118滴血，非常的惨。那这边大骆马主要是当坦克，挡住重装骑士的伤害，还有去攻击后方战矛兵的用途。好，但这边 NBL 的集结点好像没有设好，这个骆马一直在从其他乱窜出来。好，上面补了一个箭塔，然后放了一个大石墙。啊，波兰这边是有大冲车的文明。对，波兰这边冲车升级上去也是蛮难受的。哇，这边还点下工程师。这样巨型投石机拆的速度会更有效率，而且射程还会多加一哦。那个工程师对于冲车的影响也是会有的，让它这个扩散的范围更广，伤害更高。好，战矛兵继续输出后方的蒙古突击，冲车的部分开始 up 咯，变成一个装甲冲车。待会再把1000肉投资进去，变成这个大冲车。那目前波兰这边经济配置，我觉得蛮巧妙的，但是50肉、36木。好，看一下正面这一波。好，正面这一波非常多骆驼一字排开，压制住了波兰的重装骑士。这边是想要打赢一波，然后用蒙古土鸡去点射后方的巨型投石机。正面的骆驼扛住正面战线，非常的有效果。但是蒙古这边也是被换掉非常多的骆驼，波兰这边战矛兵还在点发后方的蒙古土鸡，这边只点到了一台巨头而已，蒙古土鸡的数量已经不够多了，黄金全部投资在这个骆驼身上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凑出够多的蒙古土鸡出来反击哦。OK， 还是有少量骆驼来到了后方，攻击后方巨头机拆掉了一台，但是蒙古家里后方已经被波兰的重装骑士给进踏过去了，后面有非常多的农田已经没有人在开采，这一波的交战目前是波兰拿到明显的优势了，不只是正面手下，连后方也骚扰成功了。OK， 虽然自己的巨头还是最后被全面歼灭了，但是对方骆驼的主力也完全归零了。当然波兰这边拥有这个黄金上的优势啊，省下非常多的黄金，而且自己挖石头也会有这个挖到黄金的效果，所以存到了非常多的钱哦。这就是波兰的资源交换战啊，打得非常有优势啊。好，那这边转出大冲车，冲车只要75块钱，配上100多的木头。好，这时候 NBL 打出了GG。OK， 这一把我觉得算是 Hart 打得非常好的一场。哦，波兰这个大庄园哦，他没有太过刻意哦，大爆撒到80几片条，甚至70几片条，而是有适当的去分配自己资源哦，适时的把自己资源转出自己要的东西哦。毕竟如果你撒出了70-80片田的话，你是很难产出这么大量的冲车出来哦，进行工程的哈。
前方呢的这个大这个重装骑士的数量、哦、一直维持在二十几次哦，这个马厩补的非常多、哦，我们来看一下，补了16个马厩，基本上在前面骆驼一字排开、哦，瞬间被解掉的重装骑士哦，马上就从后面开始补了过来，这个让 NBL、哦、非常难受，源源不绝的重装骑士哦，这个红海是难挡下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差距。经济差距是由波兰拿下了非常多的胜利，食物部分赢了快要8000左右，木头的话也有赢了6000，基本上是全赢状态啊。而且挖石哦也可以产生黄金哦，所以波兰的黄金会再更多一点。即使蒙古这边有三生物，还是比不过波兰的经济加成啊。那波兰这边是总共赢了快要17000点的资源。军事方面呢，则是 1.19 蒙古拿到更好的 KD 哦，毕竟波兰这边是打资源经济交换战的，虽然科技上来说是有点打不太赢蒙古，但是后期哦这个资源战还是可以压制给对手的，这也是世纪帝国比较特殊一点哦 ，KD 比对方差却还能赢比赛的一个特色、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